现在我们开始，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我要解决我这个是不是心疱疹的问题？啊，我这个泌尿系统的感觉有前列腺呢，我感觉有一些问题。啊，这个好，然后呢，你再强调一下，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说这句话。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好，然后呢，你刚才说了这个好几件事情嘛，反正都在生殖器那边，如果是同一件事情，就一起解决了。如果说不是同一个事情，你解决做完以后，你看看哪个症状消失了，哪个症状还没消失。那么如果说没消失还想做的话，继续做下去，那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说一解决以后都没事了，都那么就没关系了。哎呀，我现在看到一个那个图标啊，图标那个图标就是那个推特上一个小鸟的图标啊。看到那推特上一个小鸟的图标，哎，听得见吧？我听见。哎，我心里啊很喜欢这个推特，那个推特啊让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哎，这是你的心里的想法，这是你心里的想法，知道了吧？知道。啊，好。我只要眼前呢看到这个小鸟啊，那我这推特一个标志啊，我只要看到这个小鸟，我一天的心情呢、啊、都非常非常好。但是最近的心情呢有点糟啊，这个都是你的那个内心的想法啊，内心呢有点那个心情有点糟。医生说这里有个疱疹呢、啊，疱疹呢让我心里很烦躁啊，这种烦躁啊，还不像那个还不像一个带来那个头痛啊，头痛脑热的，我可以同同事是说，但是这个毛病我还不好意思开口啊，不好意思同人家讲啊。哎呀，所以这个事情很烦恼啊。哎，有时候嘛也不痛不痒，有时候呢就是心里烦躁，反正这个时候心里最主要的是心里烦躁。哎，你如果说对应上的你就回应一下，这样就发生共振了，然后呢把心啊是的，哎，心里有点烦躁，是，哎，这个时候心里有点烦躁，哎呀，心里烦躁。如果哪有什么大事啊，或者有什么大仙呐、啊？反正任何事情，反正西医我是不相信的，西医是不相信的，这不说名堂的，任何有大仙或者那大师或者什么把我这个病抓掉的话，我简直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我下辈子帮他做牛做马也愿意啊！啊，这是你的想法啊，有时候你这藏在心里很微妙的个想法，你有的时候只一个念头出来，哎，这都能感应出来的，哎。这个问题到底什么问题呢？后来慢慢听人家说，那个叫阴谷啊，如果说阴谷的话，我应该找阴谷能解决阴谷的老师，我要解决阴谷的老师。好，这个时候我看到一匹马，这个那匹马呢，好像是个那个古罗马，那个古罗马那个竞技场啊。啊，今天就是那比赛的那个马啊，那个马呀，哎，你有没有问过？你想知道你的前世是你问的还是你问的？我没有问，我不知道我的前世。哦，好，那不管，因为那个很多人问我前世什么，我现在告诉你啊，我现在看到一匹马，马上住了一个人呐、啊，那个马毛啊，刺到那个生殖器这边呐、啊，马毛啊，伸到那个。刺到那个生殖器这边的，哎呀，刺了一个又痛又痒的，那个马毛刺在那个生殖器那边的，又痛又痒的，哎，那个是你啊？看着你那个，我为什么不说问你有没有问我前世啊？这应该是你的前世了。你那是在古罗马那边那个古罗马竞技场上的，古罗马竞技场上的，你基本上就是一直在马上度过的呀，你是从马上来打交道呀。你是从马上打下的，我现在的症状就住在马上呀，住在马上的时候，那个马毛啊，刺在我那个生殖器那个地方呀，马毛刺在那个生殖器地方呀，哎呀，另外一个，那个马毛啊，就那个住在上面就比较暖和啊，另外呢，马也会出汗的，马也会出汗的时候，那个马汗呢，就是会在那个生殖器啊，下面那个，反正你住的地方就隔道的地方，反正你大概感受一下就行了。那个马呀，
是马毛碰上去了，然后那个马的那个出了汗呢，也碰到你生殖器下面了，然后有点马臭啊，有时候马发臭啊，那个马臭啊，我们说的狐臭，狐臭啊，有时候那边会发出像类似狐臭的症状来。哎，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呢？啊、哦，没注意到啊，好，好，那个目前看来，这到目前看到的信息啊，是前世带来的啊，前世带来的，前世带来的。哎呀，我今生的问题考虑了很多，前世的就没想过。啊，这就是你的想法了啊。今生的问题我考虑了很多，前世的问题确确实实没想过。我刚才为什么问你那个前世呢？因为那个微信上面或者那个。推上面很多人问我，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前世啊？所以呢，我因为我分不清谁是谁嘛，我就随便问一下。哎呀，我就觉得根本就没想过前世的事情。哎，这个事情在我刚才的心里震惊了一下子，说到前世的。好，又是回到你了啊，又是回到你了。你那个穿那个马靴啊，那个靴子啊，靴啊，马靴啊，就在那个马上呀，你捏着在那个马上，这辈子你喜欢马吧？我随便问一下子，今生啊，你养了两只马，你刚才说什么？我刚才说我就骑过2到3次马。啊，骑到啊，好，哎，那个前世啊，喜欢呢骑马呀，所以你那个腿啊，这个抬起来可以高一点，这个要灵活一点，这个腿啊。这个腿啊，哎，左腿，左腿喜欢在往上抬，那个在马上的时候，马鞍嘛，马鞍的时候，你在踩在马鞍上的时候骑，喜欢这个脚偏前一点，这样好控制啊，这样的一个姿势好控制那个马，就是说你两个脚并拢的，如果骑在马上的话，会往前栽或者往后栽呀、啊，这样，然后呢，一个脚往前的打下，哎，我真的我还没好好的骑过，我还不知道这个事，现在我知道了啊。这个脚啊伸到前面呢，挡一下子啊，人就平衡了，明白吧？这个脚啊靠在前面挡一下子的人就平衡了，就不会往前栽往后倒了，不会往前栽往后倒了。明白吧？这都是你的前世啊。哎，实际上你的身体很强的。实际上你的身体很强的。哎。我们一边看的时候，我一边告诉你我以前处理到的那个前世有关的事情了啊。好的。因为呢是今生的性格和前世是一样的。你现在你看像听我讲一个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啊，会同你今生的那个性格很像那个人呐、啊。另外一个人的命也很像。另外呢，我讲到那个人身上，如果有哪里病痛的话，你今生也有。另外那个，假如说你前世做错了事情呢，像那个前世的受害者忏悔道歉一个，今生的病就好了，这就是相关性。我那个长期做了一个总结出来相关性。好，我们继续看那个马呀，那个马呀，反正帮你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叫汗马功劳。哎呀，你那边下面在出汗呢，经常出汗呢，你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提前那个汗马动了吧，提前那个前世啊，哦，原来那个前世的马找你来了呀，那个前世的马是那个前世的马曾经你骑他那个马过来了呀，哦，现在看明白是那个前世的马过来了呀，你那个前世是那个古龙马竞技场上的，哎，然后那个马过来了呀，马又像当年的顶在你下面呢，就像让你骑呀。所以啊，你说的那个疱疹呢、啊，实际上不是疱疹，就是马毛刺到你那边的症状。但医生也听你讲的那些，就认为是疱疹了。哎，然后那个你原来住在马上面那个，马上面时间长了以后，那个血液循环不太好啊，血液循环不太好啊，有点那个泌尿系统有点那个像有点问题啊。你刚才解决哪些问题？你再说一下。这样我刚才因为说过了，我再对应再讲一下子。前列腺炎也是啊，就住在马上面，住了时间长了以后，那一块就那个
循环不太好啊，循环不太好啊，是循环不太好。你一直住在那个马上，一直住在那个马上呀。哎呀，你基本上，基本上那个时候啊，一天呢14个小时啊，住在马上呀，14个小时住在马上呀，有时达到17个小时啊，偶尔一天会达到18个小时啊。现在呢，马来找你了，他说大哥啊，哎，马来找你了，他说大哥啊，你把我累死了呀。你把我累死了呀！我那马来找你是做这个事，大哥呀，他叫大哥，大哥呀，你把我累死了呀！你把我累死了呀！他说啊，你不怕累，我还是怕累的呀！你叫我有时个，你叫我有时站了18个小时还驮着你啊！你试试啊，你驮我，不要说18个小时的，你3小时你驮不动我，那个马跟你说，反过来驮着他，你驮着他，马在你身上啊！那个马对你说啊，你不要说18个小时了，你背着一个马，你背个10个小时都背不动。哦，你这个时候说对不起，对不起，你对那个马，哎，对不起，对不起，我那时候只想着要得奖。你说那时候我只想着要得奖。那时候我只想到要得奖。哎，对，那时候我只想着要得奖。那时候我只想到要得奖。哎呦，我完完全全把你忘掉了你的体力问题。哎，我完完全全把你忘掉了你的体力问题。我完完全全把你忘掉了你的体力问题。哎，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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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那个马态度很好，不像那时候那个其他动物就是跑过来转巴掌啊，是乱打没打你，只是来告诉你这个事情，很温和，很同意说。所以你出于感情的心、内疚的心要告诉他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哎，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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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那时候只想着要得奖。那时候我只想着要得奖。啊，一直支撑着你陪着我训练。一直支撑着你陪我训练。哎，一直支撑着你，一直支撑着你陪我训练。一直支撑着你陪我训练。哎，一直支撑着你陪我训练。一直支撑着你陪我训练。哎，然后你看我现在走路的姿势啊。就在马上的姿势呢，你这个腿啊总是这伸在前面一点，这个总是这个喜欢在前面，就是夹住那个马身体嘛，这样就不会往前倾往后仰，明白吧？就是这最明显的一个动作，比如这样夹住的话，马一个停顿的话，你会往前栽嘛。如果马突然往前冲的话，你怕往后一仰嘛，然后你通过这个动作就把身体平衡好了，把那个身体平衡好了。我现在我不知道你这精神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动作喜欢这样。反正我现在看到前肢是有这个动作，前肢啊，前肢啊，哎，我这个我都没有特别的在意啊。好好好，反正你四个你再体会一下，反正我都看到了这些啊。然后继续对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折腾你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折腾你了。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折腾你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折腾你了。哎，太折腾你，对不起，真对不起。真对不起，哎，那个马倒是同你说话了。虽然你当时啊给他好吃好喝的，那个马说了对你说话了，他说虽然你当时给我好吃好喝的，实际上我最需要的是休息啊。有时我站在那边，你陪着你的时候，我眼睛都闭上了，他就那个马累的都要睡着了，站在那边。哎，你继续在那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哎，我真的没考虑到你的感受。我真的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哎，我真没有考虑到你的体力。没有考虑到你的体力。哎，那个马为什么没有拼命的折腾你呢？只提醒你这个事情呢？因为你那个喂东西给它吃啊，还喂得很好，而且还有营养餐给它，所以呢，那方面做得很好。只是它休息太少了。哎，您休息怎么样，现在？对呀，你那个睡觉的时候，你那个睡觉的时候经常那个马就过来了呀，那个你睡觉的时候经常那个马的灵魂就过来了呀。哎，虽然马是过来了提醒你，曾经你折腾它，它还是很友好的，很友好的，没有踢你，没有打你，只是
就是把你隔在你那个身体下面了，就那个像一个马，一个马就是自己啊，就跑到你身体下面来了，自己跑到你下面来了。所以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经常会那个这个脚就是不知不觉就抬起来了，这个不要。那就对上了，你说要夹到东西睡，就这个马在下面，明白了吧？哦。哎，这完全对上了，就这个马。你睡觉的时候，你说要夹到个东西，实际上是马过来了，夹到里边，你看不见吧？所以你夹的。啊，我左边侧、右边侧，我都要夹那个背才能睡着。啊。要不夹了，我总觉得好像缺少点什么东西。对，那个缺少东西就是马来了，就是马。哎，现在你对那个马说。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谢谢你陪伴着我。哎，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好，我们再说句题外话，你现在发现了吗？我们排出来的东西不会无缘无故的，你看那个，虽然眼睛看不见，哎，一对就对上了，一个马就在这里。哦，你继续对马说，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哎，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哎，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哎，你说我现在心里很内疚啊。我现在心里很内疚啊。哎，我现在心里很内疚啊。我现在心里很内疚啊。哎，中国有句古话，我愿意做牛做马呀。中国有句古话。我愿意做牛做马。哎，我真的想下辈子啊，倒过来让你骑。哎，把我欠你的债还掉。把我欠你的债再还掉。你知道那个马怎么吗？一听说要你要下这个投胎，倒过来给他扶啊！哎，他要不，他马并不希望你要做牛做马，倒过来那么辛苦啊！他马上要那个马就走开了，走开点。他说不，他没有希望你为他做牛做马，明白吧？那个马很好。哎，那个马对你说啊。马的辛苦啊，人是感觉不到的。这马告诉你了，因为他那个太辛苦了，陪着你啊。所以一听说你下辈子想投胎做马来欠他的债还，一听那个马都不忍心了，连忙跑远跑开一点。他说不，那个马的辛苦啊，人是体会不到的。你说谢谢你，谢谢你，你说谢谢你为我着想。哎，谢谢你，你为我着想。谢谢你，你为我着想。哎，谢谢你为我着想。谢谢你为我着想。哎，对，这样的时刻，那个马，哎，感觉变瘦了。原来那很肥一个马呀，在你下面，它慢慢像变小了，像瘦了，好像慢慢要离开了，慢慢离开了。哦，那个马对你说，好好保重，好好保重，对你说。你对那个马说啊，你的行动啊，让我很感动。你的行动啊，让我很感动。哎，你的行动啊，让我很感动。你的行动啊，让我很感动。对，那个马虽然来找你啊，但没有折腾你呢，他只是让你一直骑着，就睡觉的才让你骑着，他领悟过来让你骑着，就是告诉你啊，曾经有这样的事。哎，就是来告诉你这样的事。你对他说，你太好了。你太好了，太好了！哎，你太好了，你太好了！哎，让我更加内疚啊！让我更加内疚啊！哎，让我更加内疚啊！让我更加内疚啊！那谢谢你让我学会了尊重动物。谢谢你让我学会了尊重动物。谢谢你让我学会了尊重动物。对，然后你现在这个时刻应该想想了，哦，那些动物也是生命的。像那个马啊、牛啊，干活的时候不能让自己整啊。你要想想人的体力怎么样，然后再想想动物的体力怎么样。体力啊，这个问题你原来没考虑过，所以呢，你今天开始啊，好好的想想哦，动物有体力不支的时刻，用动物的时候不能让自己整啊。哎，然后继续对那个马说：“谢谢你陪伴了这么，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哎，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谢谢你陪伴着我。哎，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谢
和那个马走了，那个马走了，已经走了。已经走了，那个马已经离开你了。那离开了。你现在说句话，很感慨的说句话。我现在闻到了马的香味了。哎，为什么说马的香味呢？实际上马的味道是不会是香的，有点像狐臭的味道。但是你被他的那种马一陪伴着你，没有折腾你，还要而且来好好的同你说话，你有点很感动嘛，感觉马的味道是香的。然后那马也现在离开走了，那个马毛也不刺到你了，那个疱疹不是有点痛吗？那个痛是临界过来的马毛刺到你那个阴部啊，是马毛刺出来的。是马毛刺出来的。是马毛刺出来的，马毛刺到你身上。你现在想想嘛，一个刷子放在你那边肯定很刺嘛。就是那个马毛。马毛刺出来的，马毛刺出来的。你说。我睡眠不好的话，它本身就不会发作，因为它西医的话没有办法根治嘛。反正你那个是马就来了，因为那个主要是一般都是夜里来，然后夜里来的是阴间过来，虽然你看不见吧，阴间过来以后就挡着你那边就温度高了嘛，那个马毛，马一体温的再上马毛那个很暖和的嘛。就像那一个刺着你，另外一个暖和了，另外一个长期蹲在那边，以后那个血液循环不太好了。你那个症状是这样来的。原来你那个前世是古龙马的那个竞技场上的那个竞技师啊，骑马的比赛的。我现在我不知道你现在精神的体力怎么样，体力好不好？那个是很好体力。对啊，你看，对，我一上来就说那个情绪的问题嘛，感应到的就是你的情绪问题，记得吧？刚才我一上来就说那个情绪不太好，那是全对上的，对，好，现在我看到那个竞技场一个雕塑，现在我看到竞技场一个雕塑，雕塑上面有个马啊，一个马头对着你啊，那个纪念用的那个一匹马还在那边呢。那个哎呀，你有时候如果到古罗马去旅游的话，如果能找到那个地方的话，也许还能找到这个马。那个雕塑住的那个马，曾经雕塑住的那个马的原型呢，就是你那匹马。是根据他的造型来住了一个雕塑住在那边了。哎呀，那么巧的事情，真是，哎呀，那么巧的事情。现在把你那个前世的那信息解开了，解开一个马也离开了，马也离开了。我记录一下，你看不到其他东西了啊，是那个我记一下的，古罗马。竞技场。竞技场。你是一个竞技师，竞技场。好了，现在没什么，其他看不到了，你已经结束了。我已经结束了。对，已经那个马已经看不到了。我这个头发缺少，是不是跟这个马也有这个灵界关系吗？现在没看到，就是说这一幕里当中没看到有同马的关系啊。对，那应该是另外一件事上了。就是刚才你那个疱疹和那个炎症呢、这一类这个事情就是也相关的，都是那个马挡在你下面，你骑在马上引起的。那个头发的事情是另外的一个事情了，没在这里。即使
同马有关的话，即使同马有关的话，也不是这匹马。因为那个这个，就现在我看这部电影当中就没有看到那个同马有什么，同这匹马有什么相关性。也没看到你那个同头发有相同的相关的症状，刚才两个症状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件事情。时间吃药同那个没关系啊，你看嘛，是这样的，临界来的吧？临界来的同那个没关系。但是那个马，你下面的那个又是那个，你可以用的量子水啊，稍微用点量子水用一下，就把那个频率纠正回来，另外一个受马林的影响的那个症状消除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药物针对的是阳界的东西，因为那个是阴间过来的东西，你根本是没碰到的上面。不在同一个空间里边。我怎么样得到那个量子水呢？我回头再同你说。好，反正这个很清晰啊，那个、很清晰啊，而且那个马也没有把你往死里整，但是这个事情呢，让你那个搞得心情很不愉快的似的。我一上来我说那个心情不愉快，那全力上，你看，但你不管用啊，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就这个马。就这个嘛，而且不像人家那个有的那个动物来报复，就让人当往死里打，又是痛啊，又是什么往死里打，他没打你，而且客客气气的跑来，就告诉你一下，你曾经把他折腾的，陪着他时间太长了，让他那个都是没休息好，他都打个睡，陪着你的时候站在那边，你骑在他身上，他都睡着了，再打个睡，就告诉你这个事情，太神奇了，这个事情太神奇了，比人家的那个打的那个头部血流的好很多，但是这个也影响，也影响，确实影响我很多，那我以后还会发作了吧？不会的，那马上就走了，这个走了，反正记到心里边，记到曾经有这么一匹马，然后你虽然那个马没有整理的，但你心里时时想到那个马，这有点愧疚啊，那是个。让那个马子疼，有时候最多的时候要一天让那个马陪着你要18个小时啊，少的也17个小时啊，基本上没有少于12个小时的。你那是为了得奖要竞技，要得分好一点嘛。所以你的体力也很好，但是把那个马给搞得折腾的，搞得死去活来的。那我要吃素什么的，还需要这些东西吗？想问一下这个。你说素什么之类的是吧？这个事情是这样，这一目的呢同那个吃素呢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呢你吃了动物以后知道都会有问题的，反正你克制一点嘛，虽然从这对从今天这个是没关系，但是迟早会有问题，因为呢你折腾的动物会来找你们，吃了它也会找来的，因为有马你没杀它，明白吧？我现在想起来了，为什么那个没有来拼命来折腾你啊，因为你没有吃它，没有杀它，只是让它累。因为那个我说其他动物来报复的，把人家的往死里整的，因为是吃它杀它了，你知道吧？吃了它杀了它才往死里整的，所以我刚才没反应过来。我说那个马怎么对你那么好？没有整，你拼命往死里整了，因为你没有吃它，没有杀它。其他的吃了动物那个杀了动物，它来报复的，这就是往死里整的。所以呢，你反正尽量的那个不要，反正一个动物尽量少吃一点。如果说我叫你绝对不吃，可能你也做不到，我要不跟你定什么其他要求，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对自己负责。但尤其不要吃那些野生动物啊，跑到笼子一点，跑到就说我要这个，好一点点的时候，那个动物就记住你了，马很快这个动物就来找你了。绝对不会。因为我处理过了，曾经那个有一个贵州过来的，是在那个食道癌嘛。食道癌来找我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是食道癌转移到肾脏来了。来了以后呢，我跟他排的时候，第一件事，呀，我说看到一条鱼在甩尾巴呀。然后我说那个鱼那么长啊，然后我说嘴巴那么大。好，我说啊，你曾经钓了这条鱼啊，现在那个鱼啊在阴间的钓你了，钓在你食道这个地方呀。我就意思，我说这个鱼谁钓的？他指指自己啊。20年前，他钓了一条鱼啊。怎么也拉不上来，折腾了1个多小时，绳子断了。但是因为那个，它不是吞在那个嘴角那个地方，是吞到那个食道那地方去了。后来那个鱼死了，鱼死了以后就来找他了嘛，到我来在阴间救他了嘛。
所以掉到半夜就是食道勾住了嘛，勾住以后吃不下了，食道癌就这样了，明白了吧？就是你怎么折腾动物的，动物就会来怎么来报复你。好，搞完以后发现，你看这一目的别同那个肾脏没关系啊。后来呢，隔了两天以后呢，因为当场处理完以后，他那个本来那个呼吸都困，呼吸都痛啊，这个地方啊，实际上一个钩子从阳经验了嘛，一个钩子吊在这里，所以呼吸都痛嘛。哦，处理完以后当场呼吸就不痛了，外力离开了嘛。好了，过了4天嘛，他又来了，他说想排那个肾脏的问题，因为那个同那个没关系嘛。肾脏的问题啊，我上来一第一句话呀，我说看那个动物啊，又像猫又像豹子啊，他马上说了，那是叫豹猫，他告诉我那叫豹猫，怎么一回事呢？他说朋友请客，到一个饭店里面，朋友请客，他去点菜，跑到笼子那边一看，有个动物啊，又像猫又像那个豹子，叫豹猫。他眼神扫过一看的时候，那个豹子啊，啪一下子那个眼光扫过来，他说那个眼光，他说我现在还记得住，他说我估计也差不多20年了，他说当时一瞬间的眼光啊，他都记得住啊，那个动物是眼光扫了一下，他就点了这个动物吃了，现在这个动物打他肾脏了，得了肾脏癌啊。当然医生是不知道，包括他的妈妈也是医生嘛，医生是不知道那些来龙去脉的，发现那个先发现食道有癌症，后来又发现肾脏有癌症，他说食道转移到肾脏，实际上不是转移，你看这边是鱼搞出来的，这边是豹猫搞出来的。哎，这个人也就是我看也就是刚过40岁吧，那就发生癌症了。所以啊，能不吃尽量不吃，这个我看多了，我是吃素的，因为看多了以后你叫我吃，我肯定吃不下了。哦，是啊。虽然这个马来找你呢，没有杀他。就是因为就是我这两年都感觉我好像情绪都有很多时候我现在因为得了疱疹以后我也不敢喝酒了。因为这个西医说这个喝酒会影响这个疱疹嘛，所以我不喝酒以后，但是我的情绪很失控，有的时候控制不住，然后的话我就感觉我这两年这个运气好像也差了一些。我想问一下这个有跟这有什么问题？现在暂时你不用管他，为什么呢？你那个情绪肯定同马有关系，因为我一上来就说了嘛，我一上来就说那个情绪的问题嘛，然后看到马了嘛。现在那个马离开了，马离开了以后呢，你那个情绪的问题应该会好转起来。那个财运的问题我暂时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一目的也没有看到那个马来折腾你的财运。什么财运是什么？财就这，你不是那个运气不好嘛？比如说。财运的意思就是挣钱的意思啊，哎，对，他没折腾你，那没折腾你这一块。当年呢，他来了以后呢，确实那个你心情不好，我看到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就是一个心情不好，同这个马有关，甚至系统的那个问题也同马有关。然后呢，头发呢同这匹马没关系，是不是还是同马有关系不知道，因为今年是讲的这一匹马，如果下次排的话，有可能排出来那个。你的头发和马有关，但是不是今天这个马，因为今天这个马没有折腾你头发。哎，我也是指的说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不知道，我都是眼见为实嘛，我眼睛看到什么我告诉你什么，没看到的我没法推理的，一推理就错了。哎，人家破案的时候现在的人靠推理啊，实际上我告诉你一推理就错了，特别是人的动机啊，是推测的，我临盘的时候就知道那动机，比如这个马来找你干嘛的，只是告诉你您那时刻前世啊，让他累得要陪你啊，18个小时啊，17个小时啊，有时候最少也要12个小时啊。他来告诉你这个事的，他的动机就是来告诉你这个事。那你看动机就知道了，不像那公安破案的时候是随便推测就哦，动机啊哦，这个人的动机就要杀人，就要抢财什么什么的。临盘的时候就动机啊，到底做了什么事啊，来龙去脉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啊，那个没问题，同这个没关系。没关系。哎，没关系，但是动物酒最好不要喝动物酒啊。哦，动物酒。哎，因为那动物啊，你碰不得，一碰就惹上，一碰就惹上了。包括药酒，包括药酒里面有动物成分的也不要喝，其他你随你去。比如啤酒。哎，啊，那没问题，至少同这个事情没问题。对的，同这个事情没问题。哎，对对对，哎哎。哦，那我最近会就会感觉到。
哎，对了，到外地你可能就一点点好起来。过会介绍以后，我到时候告诉你那个那个水怎么用，到时候我告诉你。另外的。好的好的。啊。好的。好，那今天先这样啊。好的。然后呢，我过会呢把那个录像给你，这样呢你可以回头再回味回味。好的。啊，反正那个好在不是杀马，如果杀牛杀马的话，就今天就不是那么日子不是那么好过的了。哦，只是那是折腾他太累了。哦，对，谢谢。对对，你脑袋里经常想到这个忙，你要感谢他，曾经陪着你，而现在陪着你的时候还没来，没把你往死里整，只是告诉你这么一个事。哦。不幸中的万幸，哎。哦。啊，谢谢。哎，不用谢，哎好。哎，不用谢，哎好。谢谢。哎，好。好的。好。